八路军的先头部队正在向白马镇开来，您留在这儿太危险了。我担日本帝国的武士，只能战死，不能退缩。大佐阁下，金の入ったあの箱はどうするんですか？同盟軍は我々を日本へ返しはしないだろう。人を派遣して先に隠す。後ほどまた話そう。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じゃあどうすんだ？ 报告，国民党の少将が白馬に着きました。一行が接見を待っています。阿万，嗨。大佐阁下，大事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把人软禁起来，封锁消息，不能让他们扰乱军心。 同学们，同学们，快过来！我有事情要宣布。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要解放了，日本人要投降了，要滚出中国了。你们知道吗？我们终于要战胜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赶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要投降了，中国要光复了。真的。 但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先回渔村住一段时间？你别误会，我是觉得日本鬼子虽然要投降了，可是白马镇还在宫川老鬼子的手里。这连老大是个有仇必报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快会有所行动。等事情过去了，我再去接你。 这不是敲诈吗？没办法，给他吧。这是上级给你的指令，看完后销毁。这国民党你见过了，共产党你也救过了，你心里是不是对共产党更有好感呢？谈不上，谁给我好处给谁干。那倒是，但是你心里总得有个想法吧？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打日本人的。 我就把他当朋友。说得对，那我们就看形势说话吧。嘿，算了，你现在怎么老看我的形势说话呀？我说什么你就依什么。大哥，你心里有了想法，很难改变。我就是强求，又有什么用呢？那你说说，我现在啥想法？端掉日本人和张炳昌，拿下白马镇。 <笑>算了，要不外人都说咱俩是狼狈为奸，错，我们是狼狈为义。<笑>大哥，去蓝川买粮食的兄弟回来说，八路军已经到蓝川了。大哥，蓝川在我们东南侧，看来是共产党先到了。大哥，那个赵景辉带着那娘们儿又来了，看看。 大买卖要来了，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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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美国东西，国力就什么？这是上峰送给连老大的贴身配枪，马牌手枪。马牌手枪，老子使不惯。三子，给你了。眼看八路军兵临城下，你要是再不出手，恐怕就要错失战机了。这打仗的事儿，你少掺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 我只是提醒一下，当初你可是接受了日军整编的，这要是被共产党查出来，你的日子可不好过哦。你的意思，不让八路军进城？八路军有枪有炮，老子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不进来了。你在这一带声名显赫，带着百姓一起守城，八路军是不敢动枪炮的。还向上司一样，把我爹绑起来。 不，大师兄，没有没有。这要是共党进了城，保不准会做出什么事儿呢。你怎么不反过来想想？啊，我把鬼子打跑了，我再把八路军放进城，也是首功一件。来啊，送吴小姐，献上送军火。谢谢吴小姐送军火，谢谢吴小姐送军火，谢谢吴小姐送军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本人。 即将投降。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相信用不了多久，日本人就会被彻底赶出中国。唉，不过还有一个坏消息，现在的局势不容乐观，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抓了，几个据点都被监视，情况不明，我们的电台也遭到了破坏，我们和上层联系的一些信息。 很有可能被窃取，这无疑是军统特务所为。敌特分子如此猖獗，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军顺利接收兰川及附近市镇，为他们将来发动内战做准备。程老师，看来内战是避免不了的了。目前的局势看，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们在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保持好我们的有生力量。明白了，明白。好，分组行动。来，弟兄，全歼日军。大哥，你这咱醒目这个，咱们向来都是自立为王，管他谁来呢，咱们就自己干自己的。不是，大哥，八路军要是来了，那咱还有地盘吗？地盘是自己挣的，不是人家给的。 打鬼的第一，地盘不算什么。当年日本鬼子都没把大哥怎么样，这八路军来，他八路军厉害，也没咱老大厉害呀。他好政委不也是咱们救的吗？八路军志在天下，不会这么小气的，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人生在世，活的就是痛快。日本人来了，野狼帮窝囊了两年，如今这老子出口恶气的时候。 上校山去，那下白马阵。嘿，还是金刚了解我。那还说啥呀？打呀！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不能让兄弟们对着子弹干呢。我觉得日本现在肯定在撤退，一定有大批的军火往外运，我们就带兄弟们去抢他几下，也给兄弟们找几样趁手的兵器试试。没错，现在天下太平了。 谢的老子骨头都痒痒了，就剩下干他球的了。对，是趁火打劫是咱看家的本事啊。好了，答应，带弟兄们下山。
爹，要我们买回来了，我们现在就去接。英子，你是个好姑娘，是我们家德奎，对不起你呀。爹，您别这么说，德奎是好人，为了百姓，他带着兄弟去打鬼子。爹，您呀就别多想了，这儿就是我的家，您就是我的爹。您放心吧。 张四，听说你的皇协军官兵准备投降吗？是的，大佐阁下，而且另一半都已经跑光了。您看我们是……张四，我信任你，你我必须留在这，绝不能让共产党进入白马镇。 张四，你要鼓励你的皇协军和战士，要将死到最后一人。张四，有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 金の言葉、もう手配されたんですか？考えてられない。でも、あんな大金ですよ。もう準備してありますから。何言ってんだ？お前は金のことばかりだ。出てけ。班长，这批军火，加上吴学明送的那批美式装备，能装备好几百人了。大哥，咱得挑一些精良的留下来，日后必有大用。正合我意。班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有了那批军火，就能直取宫川的狗命，拿下白马镇。这回宫川是跑不了了。报告。何かしら？教団長がお会いしたいと。ちょっと待っていただいて。はい。 张团长找我什么事情啊？我是来找宫川大人的，可是他视察军务去了，我就顺便来看看夫人。谢谢张团长了。啊，哎，不知道夫人做好撤退的准备没有？张团长，我们不准备走了，与城共存亡。这是宫川大人的意思。 实不相瞒，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车子，我们的物资马上就运出去。可是没有宫川大人的批示，我们也动不了。而且夫人，您总不能把您的身家性命也留在这儿吧？好，我帮你弄到批条，但是你要答应我。 我的东西一定要运出去。夫人，您放心，包在我身上。4カ国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のやむなしに至ったゆえんをご賛辞あらせられ。今日正午、賢き大御心より、少々ご放送あらせられました。この二道の御事は、拝察するなに賢き極みであり。 君たちが聞いたのは天皇陛下の便宜的な計らいだ。信じてくれ。我々は諦めない。
我々は白旗を絶対にあげない。お前ら恥を知れ。はい。どこに行くというのだ。でもこれは天皇陛下の命令ですよ。天皇陛下は遠く離れたところにおられる。ここの状況をご存じない。私はここで決死の戦いを迎える。私は信じてる。天皇陛下も私を許してくれるだろう。そんなこと。泣くな。お前が我が家に嫁いでから私に忠誠を誓い、天皇陛下に忠誠を誓っただろう。哎，是我哎，徐元明，又出什么事了？明天八路军要攻打白马镇。什么？那赶紧带着烟土跟钱，咱跑吧。你又不是日本人，你怕什么？党国给了你大师兄那么多的物资，明天八路军就要打进来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哪知道？野狼帮窝囊了两年，如今小鬼子是秋后的蚂蚱，快蹦不动了。八路军已经兵临城下，弟兄们，你们说我们野狼帮应该怎么办？治他小鬼子夺回白马镇，治他小鬼子夺回白马镇，治他小鬼子夺回白马镇。真的，我军已进兵白马镇。太好了，我可以回家了。哎，团座，慌什么你？赶紧撤吧，共军马上就到城外了，咱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赶紧准备好车，把所有档案还有所有值钱的东西通通装上车。好，那什么时候动身？批条一到，马上动身。是。四海啊，就要到你家乡了。悲歌可以当泣，难忘可以当归，连我都赶到了进乡请罪。四海，
今天就看你的了。放心吧，政委，我们一定打一个漂亮仗。好，我就等着看白马镇的曙光了。哎，别跟着！哎。来这儿干嘛？哎呦，嘿，好，瞄准了，打死这帮狗日的！江主任往西边传的，政委，会不会是伪军和鬼子内讧起来了？同志们，给我打！
ございます。正門しっかり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ん。お前ら行け。はい。行きなさい。私はここに残り最後まで守り抜くつもりなんだ。天皇陛下に命をかけて忠誠を尽くす。何言ってるんですか。頭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ですか。君は何と言った。我々大日本帝国大佐夫人にふさわしくない。資格がない。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に嫁いだことが間違いでした。天皇はもう降伏したんですよ。あなたが死んで何になるというんですか。分かっておらん。これは我々軍人の使命だ。それじゃあ私を殺してください。それがあなたの使命です。私を殺すことがあなたの使命なんです。早く。如果你放了我们，我就带你们去杀宫川。
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こんなこと。天皇陛下に忠誠誓うのだ。お願いします。もう降伏しましょう。共産党は女を殺さないから大丈夫だ。这些东西就是宫川老鬼子的家当了。哦，这回野狼帮捞上他，发了大财了，发财了！大哥，这是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化学武器，杀伤力非常大。兄弟们，退后！鬼子的尸体全带到城门口，老道要给八路军来个见面礼，记住了，一个活口都不能给我留下，听见没有？放心吧，兄弟们，拿尸体。好，你哥，来，拿着。大杨，八路军进城之前，把这些军火全都运出去。啊，还有这些，这个藏哪儿？铁蛋儿，哎，叫你弟跟着我。好嘞。弟兄们，走嘞。跟我把正门的鬼子干掉。进城了，说还能有谁？
让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迎接八路军进城。是梦想让我更坚强。